那么告诉大家，空军又出爆了吗？因为爆出是阿帕奇的翻版，怎么看翻版法呢？这是网络里头流传一张女子在 F-16军机座舱里面。 嘟嘴装可爱的照片了，而且调查之后发现，原来是在5、6年之前，有一名零星的机工长，趁着假日会客的时候，私自就带着女友进入营区，所以进入了这个座舱来拍照，没想到多年之后，朋友把照片给po网炫耀了，引起争议。 各式战机排排停在停机坪，花莲空军基地难得开放参观，让民众一睹军机风采。就怕军事迷太过激动，战机四周拉起红色绳索隔离，民众只能远观用手机抢拍，但现在却流出这样的画面。 妙龄女子扎起马尾，穿着清凉，还对着镜头嘟嘴装可爱。不过仔细一看，这照片背景竟然是 F-16战机座舱内，照片po网被说是阿帕奇事件翻版。反转，要到他利用化来，他那个当时那一说有，那是在5、6年前去那个，但他进来回客，然后去做这个，有做这个行为。经过证实，地点就在花莲空军基地。5、6年前，一名零姓机工长利用职务之便会客时间私带友人溜进座舱，没想到多年后照片被上传，泄露内部装备已经违反规定。没有违反军法，因为他这个部分，因为我们所看到照片是有限，我们只能说去追他针对违反这个内部管理规定去给他处分。空军出包相关单位将严惩调查，但这也再再暴露出军纪涣散问题。三立新闻陈俊宏、曾家轩，花莲报道。